你看我拿了一等奖。哟，不错呀。那我的雪绒绒呢？来，给你。你答应给我买雪绒绒的，你说话不算话。我这是为你好，学习兴趣班哪个不花钱？一天天还跟我要这要那，一点也不懂事儿。娃姐，你猜我这次参加滑雪比赛拿了第几名？滑雪奖状有什么好炫耀的？将来能靠这个赚钱吗？你表哥第一次发工资就给我们买礼物，你呢？净做些没有用的。你们两个就会给我添乱。老师怎么了？小夏又闯什么祸了？小夏跟同学打起来了，是他先抢我漫画书的。我抢你漫画怎么了？我还把它撕了呢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一本漫画书都不舍得给人看，你来上学没学过别的就学会打人了？那个也不全怪小夏。姐，你看我的手。你有完没完？成天就知道给我添乱。老师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家孩子不懂事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回来了。最近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是不是在外面惹事了？不会偷偷谈恋爱了吧？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你最近天天这么晚回来，不知道认识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人。手机给我检查。不给。给我。这都什么人呢？这给删了，这个也给删了。有手机钉上交，我检查。哼，你干什么？我是为你好。为什么你做什么都有那么多理由呢？出尔反尔是为我好，拿我跟别人比较是为我好，其实你冤枉我也是为我好。我奖金呢？你说你为我好了。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不感谢我们就算了，还反过来怪我们，你到底想让我们怎么样？你们知道